看看新闻网。这不是网友第一次掀起有关郭德纲的网络狂欢，之前两年他就因为和林志颖同龄不同脸而频频被调侃。不过这次和林志颖扯上关系的同行就幸运很多了，由于林志玲、林志炫和林志颖名字雷同，又同样青春无敌，因此网友们得出一个结论，林志家族都是不老童颜。林志颖和林志玲都是39岁，年轻一个月的林志玲因为新片《101次求婚》的热映而重回女神宝座，而老牌歌手林志炫近日参加内地综艺节目录制，也彰显了宝刀不老的实力。更关键的是，虽然林志炫今年已经47岁了，但网友纷纷惊呼他和10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。林志家族太强大了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信。以后找个老公姓林，生孩子叫林志 X， 如果以后无保养，正生长属性就是流言终结者一般的存在，如果高保养，逆生长属性就赚到了，怎么样都会大红大紫啊。